快手的话是上个赛季嘛，就是从 B 组打到了 S 组嘛，然后实力也是变得很强嘛。就第一次进到杯赛就感觉比较紧张刺激吧。找到了，这场比赛要终结于一个红莲斗篷嘛，但是这个位置虞姬被西施拉倒了，拉回来了，一曲的西施，就此 C 组大结局了。我感觉的话其实现在队伍都越来越成熟了嘛，压力的话其实就有一点嘛，就是因为输了就淘汰了嘛，然后就是有一点压力。跟过来一技能定中了，简直扑上去砍两刀，这不径直进场打残了两一波零换三。 PSG 的话是我们打他们的话一定要打出自己的东西吧。夏季赛常规赛跟你们让二追三，这次挑战者杯一定要报仇。上一次让二追三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次不要再让二追三了，正常的拿下。